月一日，潘长江参加辽宁男篮队长韩德君的婚礼，两人现场上演最萌身高差。现场潘长江作为嘉宾代表为大韩夫妇送祝福。老父亲潘长江搞怪透露拍片计划，片名暂定《扣篮吧，儿子》。想法，印度有个电影叫《摔跤我爸》，所以我准备跟德军演一个电影叫《扣篮吧，儿子》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调侃：这对最萌身高差父子又合体了。潘长江站在韩德君身边的时候，怎么感觉韩德君更像父亲的样子？潘长江在哪儿呢？看不见啊！这妈妈的基因得有多强大？哎，下边空气咋样？不好闻，不合适吗？下边空气挺臭的，上边空气新鲜。